我看到左边那一只。欢迎收看手机游戏 Free Fire， 我是旭，我是鸟，基本上是 Free Fire， 一样是台服。然后我们今天要干嘛呢？我们要抽金币转蛋。这个金币转蛋冰雪娇娃其实还不错看，只是这个裤子有点太紧身啦、啊。我希望它稍微蓬一点，但我喜欢它的那个头盔。它的头盔如果没有那个粉红色的 V 的造型的话，就会有一点点像是那种反恐特警小组的那个头盔，有没有？你们不觉得吗？如果把它涂成蓝色的，对。好啦，那我们现在有免费的一抽，然后我们幸运值是8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开台服务，我不可能抽金币转蛋啊。对，那就不知道为什么幸运值是8，那我们就先一抽来看一下，一抽是白色的，那就不用看了。好，那11抽有紫色的，那21抽紫色的，21抽我们这样应该有金币券了吧。有21抽，我们有3张嘛，21抽，那我们把它3抽掉好了。22抽，23抽，24抽，好像很普通。好，再来34抽，看能100抽以内中了没有，紫色的。44抽没有，那54抽没有，那64抽，不要告诉我说我券都抽完了结果我还没中哦。64抽，74抽，84抽，94抽，最后10张了。哦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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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94抽啊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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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刚好抽完，对，我金币转蛋刚好抽完了，金币转蛋券啊，刚好抽完，然后中了这个大奖。然后我看最近那个枪支好像抽到它会有加几趴几趴，那个我其实没有研究过是什么。然后我们先把角色换回，我想一下换哪一支哦，凯莉吗？还是？有哪一支女角的技能我用得到啊？除了凯莉，好像其他角色我没有太大的兴趣。我说技能的部分啊，凯莉的话我还装着这个节奏狂潮的技能，不过她丢下去要一定的时间，所以我还是先选 K 好了，我比较习惯 K。然后我就不再查了，因为这个台服我有那个金肉消啊，太服好像我不确定有没有，还是没有升满，我不知道。那我们先换一下服装，我们就换这个新的，它是冰雪娇娃的服装。然后眼睛的部分一样红色好了，我喜欢配这个。好，那我们今天一样就是玩团队突袭卡拉哈里，然后我宠物看一下技能有没有调，有啦有啦，全力投掷有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喽 ，Let's go。OK， 我们配到场了，希望配到的队友不要在战斗的时候蹲，拜托了，谢谢。我们只有两个队友，对面也只有两个，不，对面也只有3个，我们这边也只有3个，是怎样三打三斗牛是不是？哦，没有，我们这边4个啊，哇，对面 GG 了，对面少一个，这样他们不太公平，完了。好，反正我们还是只能打啦，但。他们如果输也是正常，但他们如果赢的话，就代表说他们3个人的实力比我们4个还要厉害。对，我们可以到时候竞配一波。好了，我看到他们的身体，但我不确定他们有没有发现我。好，有一只跳下来了。哇，他又上去了。我先打掉这一只好了。First blood。500不会用。哦耶！我队友打赢了。哦，可以可以可以。有没有？啊，有 USP 双 USP 可以可以可以。500我不会用啊。不要欺负不会用 500的人。1900没有钱买 NPC 啊。这场有 NPC， 吓死我！我想说这场没有 NPC。他这个星星是什么意思啊？是大部分玩家推荐吗？推荐这把枪，那个翠鸟。
翠鸟是蛮便宜的，而且蛮好用的，我觉得蛮好上手啦。只是我好忘记它是二倍镜吗还是什么，太久没有用了。看一下有没有人，有一只，它在后面这个位置我丢不到，太远了。它是不是想要丢手榴弹？没有，它在瞄。他们不往前推进的，其实他们不往前推进我难丢。然后他们有一个岛，但我这样子不能。他到底有没有出来？右边有一只啊，但我不知道右边那只在哪里。他过来，可以过去了。First 又倒一了，好，剩最后一只了。看到这一只，好，被我收掉了。被我剪头，不好意思啊，队友，我剪到头了。好，可以换40了，可以换40了，3700，哇，这场好轻松的感觉。看一下头盔，凝胶买两颗就好了，我觉得买到第三颗可能有点多。M4 我升一级什么东西？一阶啦，对，一阶。然后我们队友1号跟4号应该是韩文嘛，1号我不知道，韩文应该是韩国人吧，对，可能啊，也有可能台湾人写韩文吧。那1号呢，他那个是也感觉是乱码，我不知道那个瞭望塔有没有人，我就当作没有了，没有看到人。那个脚步声是队友的脚步声，又打掉一只了，应该是挂机关 M 家了吧？楼上有人，我确定楼上有人，那就是耶、yeah! 导一，直接冲了 ，nice， 可以。他们直接归起来，他们应该是新手吧，我猜，感觉上，因为他们的这个战法比较站位啦，太拥挤的感觉。欸，我的 M4 升满了嘛，对不对？欸，我顺便再买个香菇好了，对，要香菇，要我买个香菇，然后我可以开那个 HP 技能，差点讲成一技能，第一招。香肠派对身份卡第一招，好啦，那我们现在 EP 值200哦，没有到200人没关系啦，我们至少这边 EP 值是够的。然后看一下敌方的点位，中间有一只，他们少，对啊，他们少一个人，忘记了。刚有听到脚步声，是我听错是不是？还是我听到队友声？有人。他掉下去了，喂，他可以卡在那个位置啊！啊，我的错，完了 ，BBQ 了，完了，队友可以吗 ？First， 哇，不行，队友可能救不了我，这个凝胶这个位置太尴尬，不行，不要，我不要死，不，队友没有要救我，哎，队友，烦死了。哇，2-2应该是可以吧？我猜应该是可以啊。我们刚刚都前三场都那么顺利了，对啊，哇，1-2，啊，完了，可以吗？强风大王，哇，不行，我们被逆转了。他一个玩家直接1-4 ace， 他直接4杀，完蛋，我们瞬间被逆转。好，没有关系，我们还有机会，好不好？还有机会。买个香菇，凝胶两颗，600块，买个防装吗？还是上三级头啊？先上三级头啊！哎，等一下，哇，没跳好，完蛋，我太晚了。完蛋了，左边有人。
有队友在打，前面那个韩文队友没有倒，哇，这个队友倒了。发现敌人，前面哇，他们全面埋伏的。First blood。左侧我需要那个队友守，如果那个队友能守住就好。必须等。哎，他们全倒哎，我的妈呀，完了 ，barbecue。不行，我这个位置不行。敌人也没有上来，所以我一定要下去。有听到楼下有声音。Double kill。狙击枪在哪里啊？我没有看到任何人，应该不会在右侧，应该都在货柜了。我猜都在货柜附近，但我找不到货柜敌人的位置。我看到，我看到一只了。我看到左边那一只。OK， 挂了。吓死我！吓死我！哦，差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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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但有一年的玩家，差一点就被打死了。对，我现在程度应该只比新手好一点吧。还有他们只有三个啦，还有他们只有三个。如果他们有第四个啊，因为他们刚刚从头到尾只有三个玩家嘛。如果他们有第四个玩家的话，可能或许刚刚那一波，或许我有可能会死，因为他们有一只已经临近我这边了嘛。那我刚刚跳下去的时候，他刚好在我后面，所以他的反应可能没有那么快，所以我刚好趁他反应不过来的时候把他击杀。那刚好再架个凝胶，那另外一个人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可能是新手吧，他就站在原地，然后在空地跟我对枪，就很幸运的收掉他。那这样杀七个助攻二，输出2000，就很普通的输出啦。对，然后哎，我的队友也跟我穿一模一样，哎，六连胜。哎，右边这个韩文的，他也跟我穿一模一样的衣服，对，只是他的脸部造型不一样。好，不过这个衣服看久了会有点腻啦，就是觉得有一点怎么讲，太粉。对，我们来大厅看一下，就是第一次看觉得还不错看，第二次看会觉得好像有点腻这样。大家的观众觉得如何呢？不过以金币转蛋的东西来讲，我觉得算不错，就是跟以前的服装比，现在的服装好像更有诚意。如果大家是老玩家，可能2018年或2019年的玩家的话，那你可能就会觉得，哎，现在的金币转蛋的服装确实是比较好看一点，以前真的是还行啊，只能说还行，也有难看的啦，也有弄得很难看，我更不想抽的。对，甚至钻石转蛋也一样。我们现在看一下，顺便看一下现在钻石转蛋服装。这个服装，这个，它叫什么？纨绔民俗哦。它的帽子我非常无敌、超级的不喜欢，它的丝袜我也超级无敌的不喜欢。但他的裙子跟上衣还可以接受，然后他这个火焰飘出来从肩膀也还可以接受，就是帽子跟丝袜我不能接受，我觉得有点 no no。 那潮流服饰的话，我就只觉得男角好看啊，女角那个可能太前卫了，他那个发型我完全不能接受。然后这一边这个是什么啊？还有代币转轮盘呢？代币轮盘是什么东西？服装是什么？这个我还好，不难看啦，我觉得不难看，但不是我喜欢的 feel。 对，诶，我有这个女角的服装啊，这好久嘞，朱雀岩风不是很久的东西了吗？然后我顺便看一下这一期的，现在改名叫什么，以前叫 Elite Pass， 现在叫 BP， 是不是差别在哪里？然后我没有刻这一季的 BP， 因为我都在玩泰服。我看一下这一季的 BP 是什么样的服装，男角的服装哦，其实还不错看嘞，有一点猛毒的感觉，一点点。基础款是怎样？打开能源计划舱选配系统中获得冲刺时会触发，所以定制是什么意思啊？哦，我可以自己定制服装，这么帅啊，好帅啊！啊，定制要氪金吗？如果有观众知道的话，可以告诉我，因为我很久没有玩了。这么酷啊，可以自己定制，好像不错哎。那我看一下女角，女角的服装长什么样子？女角在这里，女角可以定制吗？哎，屁啦，女角不能定制，性别不平等哦。
欸，女角起码定制一下啦。虽然说这个服装、这个发型、这个发型我是勉强可以接受，然后发色可以。好啦，不然我们这个刻一下吗？我再考虑看看，我再考虑看看要不要刻好了。我可能刻太服跟台服选一个吧，选一个刻吧。我不知道太服是不是跟这个一样 BP， 我可能选其中一个刻，因为我台服的服装比较多，太服比较少。好了，那么这一集影片到这里结束。如果大家喜欢影片，记得留下喜欢、订阅、加旁边小铃铛，可以就是平日晚上6点发片，加上早上11点。有兴趣一定要记得准时收看，我们下期影片再见，各位拜拜。